阿龙今天跟你们说，汉代啊最高等级的葬具有什么呀？黄肠题凑、子宫、便房、外藏果和金缕玉衣。那么今天大龙带你们看一看这五种葬具。现在大龙所在的位置可厉害了啊，是汉广陵王刘旭的黄肠题凑墓。注意了啊，知识点来了。大龙中间手指这个位置叫子宫，子墓啊在汉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，必须用来做棺材的。这个位置叫便房，相当于客厅。这个位置啊叫外藏果。子宫、便房、外藏果加上什么呀，这一圈叫黄肠题凑。黄肠题凑中间子宫里边是什么呀？金缕玉衣。刘旭的墓葬包含了天子的五种葬具：子宫、金缕玉衣、便房、外藏果、黄肠题凑。